老婆呀，我现在也快不行了，我就要去找你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你怎么真来了你？你别往前走了，行吗？老花，这样我坦白交代，我最近我确实处了一个女朋友，可是你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也不算对不起你吧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要生气的话，我跟她不处了，行吧？我求你了，你千万别往前走了，行不？你别往前走了，行不？我求你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别往前走，行不？你。你说什么嘛？人家是来关心你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吓死我了！你这是干啥？你这是？哎呀，人家怎么舍得吓你嘛？人家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这参汤熬了一个下午呢。来，赶紧趁热喝了吧啊！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咱们能不能不这样？姐夫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怎么就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我也是担心你的身子啊。不是，那什么，你离我，你稍微远点，不得我喝不进去呀。姐夫，你都生病了，还这么多话。好了，不说话了啊，来，我喂你。姐夫。我想起我小的时候，我和我姐姐总是喜欢一样的东西，喜欢一样的衣服，喜欢一样的鞋子，就连喜欢的人也是一样的，什么都一样。哎呀，哎呀，他可是你姐夫。不是，是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？姐夫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没人照顾能行吗？排队去，你奈姐我还活着呢，哼，这没你什么事儿啊？那我今儿可就真要替我姐姐多尽点心了。哎，你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自己看看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从来没看过这玩意儿。姐夫，你怎么回事儿啊？你人好好的，写什么遗书啊？而且，你还要把财产分给这个小狐狸精？你说谁狐狸精？别信他，他们俩对话我都听见了。哼，要不是为这两个亿，他才不会来找你。哼，别理他。坤坤，我们喝汤汤啊、哦。喝汤、啊。阿坤。你那两个亿的事情没跟我说，也不怪你。男人嘛，有点私房钱正常的。来，喝我的。他那里啊，指不定放什么东西呢。哎呀，够了！阿坤，我服你们俩了，演技真高啊！你们俩平常也没对我这么关心呢，也没对我这么热情啊。可能是我现在要死了。你们俩是来分遗产的吧？是不是？哪有啊？想要吗？想要我把这两个亿给你们俩，一家一个亿，行不？还真有这么多呀！哎呀，姐夫，你早说嘛，人家也不用那么费劲了。行了。一家一个亿，斗一辈子地主也够了。什么？他说的那两个亿是欢乐豆？哼，那你还能说是什么豆？那个姐夫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公司今晚没人，
我得回去值班了啊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早日康复，早日康复啊。我头有点晕，阿宽，回去睡觉了啊。姐夫，上班了。上什么班呢？上班，公司都炸了。你说什么？假的？原来是维生素 C 片啊。阿静，收拾东西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带你去见客户。好的哟。师傅，我们到底在等谁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认识吗？那可没准儿哦。来了。把我叫来干嘛呀？我很忙的哟。看你这架势，还是没找到李大成啊。对啊。所以你还是脱不了干系，说吧，你打算怎么赔偿我呀？这件事情是你爸手下的人干的，为什么要我来赔偿你啊？你不赔偿把我叫来干嘛？你耍我呀？虽然我赔不了你的钱，不过我可以赔你点别的，比如说你身边的这位美女。美女有多美啊？你是？啊，我叫安娜。她也叫美女，我拿回去得砸手里没人要。陈家静，你就别装了。陈家静，
他是陈家靖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是！来拍一张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一二三，嘿，你还真有水平啊，谢某甘拜下风。以后你可别惹我，否则把你这张照片贴满你们新生总部大楼。你赶紧给我删了！师傅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阿季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不过我觉得你有点轻视你师父我的智商了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修修，李大成的事情确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这点阿静可以证明，所以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再因为这件事情再骚扰我了。他作证管什么用啊？你们俩还可以串通一气，刚才他不还叫你师父来着吗？潇潇，这个事情跟匡大师确实没关系。反正我不管，你们得赔偿我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师父刚刚不是说赔人吗？以后你就归我了。哎，乖乖乖啊！你来开车吧。哦。去哪儿啊？去一个恢复你魅力的地方。啊？阿静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多情的人呢。没有吧？得了吧。萌萌冒着被我 K 的风险跑到我这儿来替你说理，你们的关系能一般？现在又冒出来个潇潇，你真是要忙死了。师父，你可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萌萌。为什么？他一直拿我当朋友当哥们儿，他要是知道我在骗他，一定会讨厌死我的。而且我跟那个潇潇也没有关系啊。就算没有潇潇，还有另一个人呢。啊？是谁啊？我啊。有没有想喝下午茶的？我请客。嗯。好。怎么，都没人想去吗？今天邝美不在，可没有人请你们下午茶喽。哎呀，学姐，你自己去吧，我们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你平时那么爱占便宜，今天这么矜持吗？学姐，我们不饿。梅姐她给我。他给我买的，让我必须吃完。米大师，你看，我也有，必须吃完。好呀，我这真是拿热脸贴你们冷屁股。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，没想到我们的交情还赶不上匡美这几块破蛋糕是吗？学姐，行了，别解释了。有些事儿啊，我自己也该好好反省一下。好，你们忙。哎呀，慧姐，咱们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其实米大师平时工作挺努力的。他除了嘴毒一点，其实心挺好的。是啊，哎，继续。嗯。嗯。哎，用点力啊。好的。现在力度可以吗？可以，嗯。哎，对对对。帮你耳朵放松一下。嗯。嗯。哎，我以前咋没见过你呢？你不能割吗？早就听说你了。是吗？是的呀。啊，你是多少号啊？我是36号理发师，我叫婷婷。婷婷。是的。好了，记住你了，36号。南哥，
你看，嗯，帮总视频会议。嘘。方总你好，我在家书房呢。打呀，这么慢呢？二万。二万。嗯。六条，这玩意儿还真倒得上听了。老板，五条，那肯定是不能打了。六饼吧，六饼，等会儿啊，帮总视频会议啊，快去给我求西服啊。好嘞。来了来了，来穿上，来，好了，继续玩，继续玩。这个是海虎集团准备淘汰的产品，这个是我们准备推出的新产品，诸位有何感想？人家淘汰的东西啊，咱们新生自从进军智能科技以来，海虎集团一直是咱们的头号竞争对手。这半年来，老客户不断流失，新增的业务也是屈指可数。不要总跟我说什么咱们的产品强在技术上，就这两款产品来看，让你们挑，会选哪个？这怎么选呢？帮总，我的看法和想法和您是高度的一致。我也觉得啊，就像这种产品一旦真要发布出去，那简直就是丢人现眼，那就是是吧？碰啊，不是我。我是说呀，这个今天呢，我碰到几个老客户，他给吃，不是，他们说呀，非要请我吃饭，要不然呢，我一定和帮总您亲自去查一查，看一看负责制造这种产品的部门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想？就像这种不合格的产品，怎么好意思发布出来？可恶！阿坤。什么意思啊？往出宅自己是吧？我今天要不是有头等大事，我一定上公司给你对质，你信不？当初要不是你上我那业务那插一手，我能整个烂马七糟吗？看来这件事没人想负责了。帮总，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，如果是我的问题，我肯定主动承认错误。如果是别人硬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，我肯定不答应他。哎呀，嘿嘿，漂亮，话说的相当漂亮，还别人拿屎盆子往你脑袋上扣。我倒是觉得呀，你是自己拿屎盆子往你自己那秃脑袋上扣。怎么的，阿能，你还要把自己脑袋漂个黄色吗？你活该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可就难办了。本来我已经决定把你们两个的部门合成一个，然后选出一个总的负责人。看来你们谁也不想负这个责任。方总，我可不是那意思啊。方总啊，这个这里的说吧不太方便，那么的我马上到公司去啊，现在就去。哎，方总，这样啊，我呢马上到公司，咱俩面谈，马上到，你等我好不？嗨。还是这个深色的吧，深色的比较适合你，显气质。师傅，我说就不用了吧。师傅送给徒弟礼物，你竟然敢不要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嗯，你刚刚在车里说的那些，该不会都是真的吧？你觉得呢？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你想那么多干嘛？但是我，
你要是再啰嗦的话，我就回公司戳穿你的真实身份。你敢？那你就乖乖听话。你别碰我啊。好。哎呀，死兔子，兔在高架桥上了，想跟我玩速度，你得等。哎呀，阿坤，付钱啊！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干啥？别走啊！你拽我干什么呀？给钱！你们老板坐车不给钱啊？谁老板？我是大老板，咋？哎，不行，那不行，什么坐车不给钱？你当老板差我这蹬三轮的这点钱啊？谁坐车？你管谁要钱？你管我要什么钱？三个，那我不管，你得给钱。你再这样，我报警了。你报警也没用，你必须得给我钱。加起来才多少钱啊？25块钱给不起啊？别说了，三个，我给你钱。多少钱？25。没了。死兔子，你等着啊！方总，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那个方总啊。这个事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得负主要责任。责任在我，在我。怎么能在你呢？你别往身上揽啊！哎呀，你看那好事你争，坏事你还争着干啥？这就奇了怪了。刚才还是你来我往，推得一干二净，现在变得争先恐后，抢个你死我活了。你们这样让我很难办啊。这样吧。咱们新产品发布的日子就要到了，这个东西肯定是拿不出手的。二位谁要是能在产品发布会之前把产品的外观问题解决了，以后谁就来做咱们产品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人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就交给我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像白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哇，难怪说佛靠金装，人靠衣装。还是穿男装的阿静帅。阿静这段时间呢，做体验报告挺辛苦的，既然圆满完成任务了，就能恢复真身了。哎呀，小静静，打扮这么潇洒，想进去了？你还真是猜对了，我就是带他相亲去了。师傅，你别乱说好不好？你自己说说吧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说什么呀？其实我觉得那个女孩挺喜欢你的。我不喜欢她。哦，那另外一个人不就有机会了吗？你说你们可真是气死我了！你们都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们都学什么了呢？啊，这脑袋咋就这么不开窍呢？我就让你们办一点小事儿，让你们对接一下制作厂家，你们都对接什么？对接个什么？你们自己看看，刘一统。这是制作麻将的，赵四方做麻将机的，王小六这是做骰子的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啊！你们想啥呢？这是，就你们啊，有一句成语最适合你们，那叫不什么来着？不。哦，对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什么玩意儿？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？就你聪明。那是成语吗？那是啥呀？那是。对，那叫不学无术。这句话就是对你们说的。
一个，你瞅你们。峰哥，那边什么情况？这是今天下午拍到的，您过目。海虎集团的胡麻田，阿能和他们见面到底是为什么？不对，阿能和他们一直不对付，现在他们一定有阴谋。那边给我盯紧了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我倒要看看能哥，我看你这回还能躺什么呢？学姐，你要的文件，我走了。小慧啊，你没交过男朋友吧？哎，学姐，人家年纪还小呢。你没谈过恋爱？这你都看出来了。哎呀，一看你就知道恋爱经验太少，连公司有人喜欢你，这你都不知道啊。有人喜欢我？嗯，谁喜欢我？谁喜欢我？啊，求父？别，老吴。哎呀，陈家静。啊，你没发现他对你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吗？阿静，哎，帮我去前台取一下快递，谢谢。好嘞。哦，嗯，再帮我冲杯咖啡。好嘞。真的是啊，枉我一直拿他当弟弟，没想到他居然想追我。哎呀，你说你们看起来多般配啊，可就是有人看你们不顺眼。谁啊？匡美。你看他拉着阿静去相亲，阿静今天脸色多难看啊，他还给他什么男扮女装。你说这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这内心侮辱多大呀，是不是？匡美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嫉妒，他嫉妒你的美貌。我懂了，学姐，我就是传说中的红颜祸水，女人们眼中的妖艳贱货，男人们心目中魔人的小妖精，对吗？对。小慧啊，对待像匡美这样的女人，我们团结起来，坚决不能手软。对，待会儿你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就这么着啊，马上打电话啊。哎呦，恩哥如约而至。我就说恩哥诚实守信，你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李总啊。哦，你想要那批货？哦，不，抱歉，我已经卖给别人了。你价十万呢？哦，好，你等会儿，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。好，你等会儿。你说这巧不巧，寸不寸？你这刚坐下，这客户打电话来能加十万，你看你能加多少？这个事情套路。谁是套路啊？城里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，玩套路的都回农村了。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胡麻田，
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给你的价已经是最高了，你这趁火打劫呀！这生意要能做咱就做，不能做打住。我就喜欢能哥这个爽快，看在咱们俩是长期客户的份上，既然你说了，面必须给，10万块钱不加了，好吧？按照老计划啊，交钱，下午仓库提货，好吗？哎，别动。你胡麻田做事的风格我是知道的啊，咱们俩彼此彼此，跟你办事儿一定要稳妥，先见货后付款。不是，你说你钱哪？哎呀，你看你嘴上说人与人之间要信任，这10万块钱我掏。哎呀妈呀，说话还配的音乐。哎呦，这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这是不10万吗？你我出，你跟我闹玩是吧？谁不知道你俩是一家的？胡总，据我了解，眼睛小的人，这个眼睛非常聚光，看得远，看得准。但今天，你这双小眼睛令我质疑。我的眼睛看得远和近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你，看得非常远，2.0里，让你操心了。不对，不对，最起码你是个近视。我这么跟你说，我跟他是两路人，我们两个各干各，说白了，单干。那10万块钱你真愿意加？你看我像撒谎的人吗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先把那10万块钱拿过来当定钱 ，OK？ 胡总，你有点 out 了。现在出门还带现金吗？我们可以用微信转账。你说的不完全对，谁不知道微信最多一次转2万，那太麻烦了，对吧？用这个可以大额的，请扫。我做生意向来也都是这样。通过了。OK。合作愉快，你我非常愉快，快。哎，这位小姐，你找谁啊？我是这里的设计总监，我。慧儿姐。不是。老吴以前就没好意思说你，你挺大个岁数，你天天管谁慧儿姐慧儿姐的呢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慧儿小姐，你才是小姐呢！我告诉你们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要叫我 Miss 张。对对对对。那请问 Miss 张，您今天这是？嘘。Secret。哎呦！天哪！没出了新高度。小坏坏，哦 ，no， Miss 张，你今天 very beautiful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的点赞。不过麻烦你让一下，因为你挡着了我的散。哎，嘿嘿，不是，咱这屋也晒不着散呢。啊，那就麻烦你帮我开一下 light，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里有点 black。哎呀，你把你 glass 摘了试试。
这求夫你老像个大苍蝇似的，在我眼前晃什么呀？起来。那边。轻点，轻点啊！抬住了你啊！速度快啊，速度要快！哎呀，死兔子，哼！想跟我斗也不上秤称称你是几斤几两几钱？坤哥，整个新生集团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。有能力有魄力，对吧？你看那个南哥，他打死也不会想到辛辛苦苦折腾半天搬回去的是几个旧壳子，是不是？胡总，说实话，我对你也是非常刮目相看。你坑人坑的是心安理得。只要别人发现不了，自然心安理得。这个咱们那个也不能说叫坑人吧，做生意嘛，自然是出价高者说了算。哎呀，一想到明天阿能这个死秃子要拿你们海虎集团报废的产品去交差，哎，我这心里啊，是不是心花怒放？别忘了拍两张照片发给我，让我也高兴高兴啊。好主意。来，轻放轻放啊。哎，好，快点。哎呀，来，放这儿。好，把这打开，我看看这新的跟旧的到底有什么区别。这怎么跟旧的一样呢？上当了，上当了。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师徒关系啊。你看看，心虚了吧？跟我都不说实话，我都看见了，你们两个那么亲密。那是他的想法，那不代表我也这么想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不重要，从没有想法到有想法，这个过程就是爱情啊。萌萌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吧，我会好好替你把关的。阿晶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你能够幸福。嗯。哎呀，那个人，就是你呀，阿晶。你刚刚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慧姐。一直以为你是一只娇羞的boy，没想到你却如此勇敢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畏畏缩缩了。我该去干活了。阿静，我走了，慧姐。没想到比人家还要害羞，小 baby。你们两个的工作效率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！一个说没有时间做不出来，另一个呢，居然拿着这个交差。能哥，
你是问我阿邦眼瞎看不出来这是海虎准备淘汰的产品改造出来的？邦总，我真是找人新做的，可能是和海虎集团的有点相似。邦总，你千万别听他瞎说，我现在手里头就有他跟海虎集团勾结的大量证据。邦总，你看，你过目，给这。用公司制造的经费去购买竞争对手淘汰的产品，你们俩可真是集团的元老功臣，中流砥柱。我只盼望你能够了解我，陪我谈心，陪我唱歌。你就像天使，不让爱逃脱。我只希望我不要再退缩，为你写了这首情歌。你就是天使，守护你和我。你就是我的星光，在夜空闪烁，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解开我心中的锁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的温柔，再也不寂寞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点亮了爱情的火，温暖你我，把爱散播。我只希望不要再退缩，为你写了这首情歌。你就是天使，守护你和我。你就是我的星光，在夜空闪烁，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解开我心中的锁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的温柔，再也不寂寞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点亮了爱情的火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。